南站啦，试出口啊，今次有猎啊呢次，今日个行程想去搵啲嘢食下，跟住由镇南路行过去华强北，啊，试出口上到嚟，前面呢条振华路。一路行過那邊就去華強北了，直通啊！本來就想住去那間點都得茶樓飲茶，而家成三點了，過去飲茶好似怪怪地，下次先啦。我都未食嘢啊，睇下有咩食先，諗唔掂先去飲茶。哇！係。成攬都係食啊，使驚冇嘢食啊！求其揾啲面食下先。呢條振華路啊，野牛醬、牛肉火鍋，有咩食啊？濕炒牛。20蚊份凍泥湯啊！佢個濕炒牛河定係乾炒牛河唔知啊！如果乾炒牛河，我坐低食啊！火鍋米線、白搭果條、麻辣牛肉麵。花多眼亂啊！諗唔掂啊！牛肉麵，蘭州牛肉麵，唉，食蘭州牛肉麵，有去試下。要肉咩？要肉咩？多葱花。係。啊，試下。蘭州牛肉麵16蚊，啊，唉，抵食啊！哇，原來即拉啊，麵條即拉啊，師傅，啊，哇，唉，即刻拉啊，唔係講笑啊，哇，唉，咁嘅價錢即刻拉俾你食啊，唉。16蚊碗面啊，即時拉俾你食啊！哇，係，好曬公價，冇得傾啊！啊，呢啲香港食唔到啊！啊，而家要等師傅拉好個面先落俾你食。嗱，食完面一路直行。踩过去华强北，上次买电筒留低咗电筒啊，今次想去问佢攞翻啊，睇下攞唔攞到啊，预攞唔到噶啦。啊，兰州拉面啊，试试佢啊。啊，食面食啊，多出个即拉啊，即拉兰州嘅拉面正宗啊。16蚊，食咗先，試下試佢先，試下湯底先。湯底 OK 啊，睇啲牛肉掂唔掂先。牛肉啊 OK 啊，冇乜味不過。少咗啲，啊！即拉嘅蘭州拉麵啊，麵質唔錯啊，好大碗添啊，誒，
有啲小食啊，雲耳啊，兩罐牛肉啊，兩罐牛肉48，雲耳就22，拍青瓜18。啊，搞掂，16蚊，睇食啊！即拉嘅蘭州拉麵，好埋單。而家殺過去華強北，由振華路行過去，睇下咩環境。啊，好多餃子食啊，炒麵啊，乜都有。謝謝。啊，得閒過嚟呢度試下即拉嘅師傅即拉嘅。好，而家即行振華路，行過去華強北，逛一逛佢。成立都係食嘢㗎啦，一路直去都係食嘢㗎啦。對面啊酒店嚟嘅。希爾頓啊，歡朋酒店啊，啊，呢個都係，哇！呢度上面都好多嘢食啊，重慶烏江活魚總店，哇！呢個咩字啊？馬爺馬八爺，哇！係緊要啊！啊！振華路呢條就係振華路，啊！前面洗地啊，避一避佢啊，冇計啊，避一避佢，哈爾濱麻辣湯，啊！呢度有間手做甜品啊，打樣啊！啲唔係喎，好多香港人喺度食喎，未嚟過啊呢度，開闊新嘅版圖，冇得傾噶啦。徐小英火鍋米線，啊啲小店多啊，以南站呢度小店多。小店我就最啱噶啦，一路直行冇衰噶啦，一定去到華強北噶啦。上次65蚊買咗個電筒啊，掛住吹啊，唔記得攞啊。今日想去望一望，睇下佢肯唔肯俾翻我咯。唔俾啊，算數啦。唉，費事拗。華強北站。直去明通化妝品市場，一穿過去就是 A 出口啊，應該就是 A 出口就是振華路啊嘛，因為華強北的 A 出口就是振華路。今日都好熱啊！啊、有啲老榕樹遮下陰，唔錯啊！啊，呢度有好多老榕樹嘅，全部都係小店，呢度都係全部食嘅。頂記麵館，手工麵，頭先嗰個蘭州都係手工麵。呢間就手工麵啦嚇，主打手工麵，應該15分鐘行到過去啦。啊，咦，都好多鋪頭，都好多鋪頭拉閘啊，定係未開啊？啊！呢度有個美食城啊！啊，美食城啊！哎，大叔。
白鳍菠萝。以前的1499，你看以前的我唔中意食大鱼波嘅，啊！镇中三街呢条系镇中三街，啊，差唔多到嘅。哇！依家摆嗰啲电单车真系多到，多到冇地方摆啊！哇！一穿过嚟唔使十分钟啊，行咗过嚟啊！华强电子世界，哇系，燕南站食完嘢，行过嚟华强电子世界，呢个行程够晒丰富啊！喂，你好，今天晚上啊，你那个单位在楼下那个单位。今日唔去华强电子世界，去菜价啊！上次個電筒喺菜價嗰度買嘅，跟住再問佢攞翻個風筒，唔係攞翻個電筒，睇俾唔俾啦，唔俾啊由佢啦，啊測試下佢老唔老實。啊，我都唔記得咗邊層啊，啲三樓定二樓啊，搏一搏啊，睇下啫。上次掛住同佢吹嗰個風筒啊，貴價啲嘅，應該係三樓，上三樓睇下先，唔記得咗，啲二樓定三樓，再揾咗間鋪頭先。嚇、啊，風筒有三級嘅，原來有隻220，有隻90，有隻820。級數唔同啦，就係呢層啊，找依個老闆，唉，攤正啦依個老闆啊，我 A 啲嘛，還有幾百塊可以接受嘅，都免費嘅，係，你好，啊，老細記得啊，今天超忙，阻下老細做生意先，啊，呢個老細。这个老细不玩得啊，可以没问题的，这个风筒有后座力啊，220元啊，一开后座力啊，有好劲啊，这个也是翻啊，多谢老细，多谢多谢啊，记住这个门牌啊，老细谢谢，唔该晒老细，啊老细，啊得闲出嚟买多啲嘢啊，吓，买咗好多嘢嚟，系啦，啊上次老细特登同我留翻喺度啊，嗱呢个风筒呢个电筒65元，啊攞嚟砌机就一流啦，65元啊。啊！認住呢個老細，三樓插電嘅，好走得，任務完成，意料之外啊，竟然攞得翻啊！呢個老細真係唔話得，啊有嘢有啲咩需要上去幫襯下佢啦，很老實啊他。啊！電筒攞得翻啊，非常高興啊！呢度真華路，轉左 A 出口，過翻蓮塘。啊 ！A 出口落去啊，直接啲去八號線咯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